今天我们拍段视频来测试一下我们这个启动，这个原车这个测试车辆是65安时的，现在负极是完全断开的，就是电瓶全完全断开的，由我们的启动电池独立供电。看一下电池电压是现在是14.8伏。好，现在我们启动一下，很顺畅。然后我们开始，电池电压14.6伏，耗电量很。咱们现在再看一下启动的时候瞬间电流有多少，再来一下，这个启动电流大概270多万就能启动了。再来一下嘛，每次启动都是很顺畅的，我们是独立供